2023中超联赛第三十轮最后一轮的保级生死战，大连人在主场对阵上海港。哎呀，犹豫了，好球，还有机会，转身再传，后点半投球啊，万佐基的后仰的一个头球，结果顶歪了啊。布桑奇奇和费玉，布桑奇奇和费玉啊，给到禁区里面投球，严向爽的回头望月，斯索涅夫等一下队友的位置，自己起脚射门，好球，打在了横梁上。斯索涅夫慢节奏啊，球打的是真漂亮，出其不意，突施冷箭。这球海港的防守呢也没有去贴他，对这种球呢就是没办法，空间比较大了，所以就先收，远射没办法。看看海港传中的机会，球路比较高到后点，李申元直接要射门了，没事啊，右侧还能再传中，麦迪江扣一下，左脚传进去，这段时间好球啊，这个投射有点像啊，来自李昂，吕鹏哇拼了命去冲到禁区里抢下来了，哎呀，射门不会很吃惊了啊，脚下的基本功呢可能稍微，又是打门，又是特索涅夫啊，为自己争取这个保级的名额，结果两队都输球，谁但是笑到最后的是这个男同志云啊，这是最戏剧的，我个人认为。哦呦，无言打到了禁区线上，徐昕，徐昕打门打高了，黄晨耀传进来，哎呀，还有万佐基挑打门，球进了，1-0，上半场第39分钟，大连人这边比分领先了，结合另外一边天津金门虎领先南通之云的这样一个实时的比分，现在的情况之下，如果比赛立刻结束的话，大连人将会保级成功，留在中超联赛当中。哎呀，这个球曼佐基进的，看的咱们也挺着急是吧，你看他挑来挑去，动作最后差点慢，对，那动作频率有点慢，显得着急，传一脚、打配合，想做没做出来，再传变成远射了啊。能足球城出来的球员或者在足球城长大的孩子就不会轻易的服输啊，这球手球了、这个球是手球，给他点球，第二助理裁判姚琦示意主裁判石仁禄手指点球点，大连人获得了点球机会，严向闯的传中打在了对方的手臂上，裁判要通过，哎呀，这个球确实张开了，哦，这个球但是有没有反弹，是直接打手的还是直接打手，直接打上了啊，而且张开了，自己来操刀主罚，看看小闯，好好球，画面稍微卡顿了一下，然后恢复以后，严向闯把球轻松的打进，骗过了陈威，2-0，大连人两球领先上海港了。要完成保级，大连人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这一半工作，应该是基本上能够完成了。再抢一个高空球，第一点严向闯拿，第二点曼佐基把球拿走了，曼佐基冲向禁区扣回来自己射门，诱惑还真的差不多啊，大连人的角球前点，前点到门前没有二点了，外围博桑奇奇，这个球打进了也厉害啊，不是那会儿可以想象这个球员们的心态肯定都很，这球给的不错，这个球给的不错，看让李小龙打门，无眼，无眼，这个球保级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守门员的戏份，无眼禁区里的神扑挡住了刘小龙的近距离抽射，四，你看陈荣这球又对方还没晃呢，自己就跑过去了，确实像你刚才，角球进了，镜头回来已经手指中圈开球了，李昂的进球，李昂的头球吗，还是电射什么的，现场一下子突然安静了，我们看啊，角球买提江，另外一边也进球了，南通也进球了，汪松和罗马里奥巴尔德啊，这两场比赛都变成了2-1，嘿，牵一发动全身的比赛，那么关键的比赛里头防守不好做，刘小龙
再次来到陈荣的防区，陈荣解围没踢出去，刘向龙扣回来倒地，主裁判示意没有点球。先换人，先换人，换一下刘小龙。这一下子大连人的防线压力要成倍的增加了。得回来之后，哦，这个右脚的，你看右脚，看右脚这一下是碰到了左脚，刘小龙的左脚。啊，这一下看，这个脚碰到以后自己停住了。这一下力量不是说那种特别大的，看看怎么判。点球，给了点球，点球啊！这个我就说，这一下子从天堂到深渊呀！吴磊说了什么不知道。吴磊助跑大门也是骗过了吴岩，把球打进，比分变成了2-2。大连人现在按这个比分，他们要降级。那这样一来，大连人还有剩下的时间关键不多了呀，就剩下15分钟左右加补时。10分钟之内啊，连丢两球，这对球员们的心态上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！10分钟之内啊，都没有20分钟，就是在保级大战中这种情况出现的确实不多。布桑奇奇，严向闯，严向闯进禁区，三人夹缝里边倒地，这个球，石振禄还是示意没有，这个球应该是。VR 会介入啊，你看这一下肯定碰到了啊，虽然镜头没有跟上，有一点没跟上，但是非常明显啊，碰到了。看完了回来也是点球，这个肯定是点球啊，刚才我再次确认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了啊。下半场这个剧情实在是太过于跌宕起伏了，再好的剧作家也很难写出这样的剧本来，对吧？特索涅夫，有这球打飞了，这个球没打进。第85分钟，比赛时间已经剩下的不多了，面对点球的机会，特索涅夫把球打到了门框之外，球也传大了，但是李胜龙把球带过去了，中路。哦，好球！来看看，再回头看，倒三角，给到奥斯卡。奥斯卡这球比特佐涅夫那个点球还离谱啊！吕鹏啊，吕，传进来，头球，脱手，啊，过来了。张华晨分到左边，奥斯卡在看队友的位置，交给张华晨，张华晨跑过了，这边吴磊的空门，吴磊打门，球进了，2-3，上海港吴磊进球，这样大连人在主场2-0领先的情况之下连丢三球，现在比分变成了2-3，局面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这奥斯卡这脚球传的，大连人禁区里的球员还不如上海港的球员多啊！这个球前面两个点漏过去，后头还有两个点。一个赛季的努力啊，到最后一场比赛的最后20分钟崩塌了。石振禄准备吹中场哨了，没有再让上海海港完成这最后一次进攻，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这样中超联赛第30轮大连人的保级关键战在一度前景无比光明的情况之下，2-0的情况下连丢三球，自己还罚丢了能够第二次领先的关键的点球，在主场